Hello， 大家好，我是 Rank。今天哦非常开心，然后今天是 a special day， why is it a special day？ 好厉害啊，你看看，你看看，有手哎、欸，怎么有手？有两只手，不是，平常也有手了，白痴哦。对，有两只手，那代表什么？那代表后面有一个人啊，对不对？后面有一个人才会有左边有两只手啊。对，今天是 special day， 因为今天我们邀请到很久没跟我一起骑车的我老婆，我老婆今天跟我一起出来骑一下车，因为今天天气不冷不热，然后好像没有风很大的感觉，所以觉得要不要出来绕个圈，然后就是看看今天礼拜天会不会说relax 一下，出来不闷在家里这样子，对。那所以今天呢，我们出来骑一下车。但是其实我没有骑多久，我们就觉得有点肚子饿哦。原来我们出来的时候是午餐时间，那在家里还没吃，那怎么办呢？我们刚刚有商量一下，说也好像之前有一个朋友跟我们说，饿在哪里哪里，有些 food truck。最重要是因为现在是 COVID 时间，那就没有办法去吃东西。那当然，如果是平常我们都开到阿朗龙我们喜欢的越南粉啊，或者说什么我们常常会去的一些店去吃饭。但是因为现在是 COVID， 没有办法。那我们今天就是模仿一下别人的在车上吃东西，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因为我们在机车上，所以不可能在车里面吃东西。但我们还是可以骑去吃东西。那我们今天就是来骑车找 food truck， 可能要靠一点 luck， 因为其实我们只是听过那个朋友好像有介绍过那个地方，但确实在哪里或者说有没有开，或者说到底有什么 food truck， 其实还没知道。那我们现在就先往那个方向去，然后就看看到底我们今天可以找到有什么可以fill a little tummies， because we hungry。 好，那我们等一下有可能快到那边再看看，让大家看看我们有找到一些什么东西可以吃。好，那先这样啊。好，那我们现在已经来到北面北面一点点啦、离开多伦多十来分钟车程吧。好什么 ？Anyway， 反正布朗在那边吃，我们继续找我们的 food truck。我现在其实好像记得是这里的，因为那个朋友有讲是跟我们那个什么 Buttonville Airport 那边。那我们现在继续找我们的 food truck。刚刚有提到的那个 Buttonville， I don't actually know what it's called， some airport。 然后我知道旁边那台车等跟我那个，但我不要，但我老婆在后面，我会骂死。好像就是那边哦，因为我记得有人抛照片，好像看到大家刚刚有没有看到我不知道，但是我好像有看到有所以我们现在过去那个方向。哇、，Corvette 七几年的。我猜我们应该会找到我们今天的餐厅了。对，没错，大家有没有看到？就在那边。我就不绕到那边去。有两个 food truck。这家好像不知道在哪里有看过呢。那我先停好我的车位，然后再来吃午餐。哈哈哈哈，你看，没有骗你吧，真的有个人哦。好，那我安全帽就是拿下来，大家可以看到。口罩还没戴，没关系，因为我现在这边没什么人。但是，as everybody can see， 那边蛮多人的，
所以我猜我们今天来到一个对的地方了。为什么呢？我们找东西吃的话，当然也希望找一个是好吃的吧。对，那当然我还没吃，我跟我老婆都还没吃过了。我跟大家讲，就是那个 HK Station， 我真的好像不知道在哪里看过。如果是没记错哦，我有可能就是在Night It Up 那些Night Market 里面，多伦多的 Night Market， 有看过那台车还是那个stand， 那个 food stand。I'm not sure， but I think I've seen it somewhere， or if I've heard the name from my friend， but doesn't matter。我们等一下就会过去吃那个 truck， 看看它东西到底。合不合适我们的胃口？我菜一定会合我胃口。为什么？老婆跟我今天都非常饿，是不是因为骑车而饿？我也不知道，但就是蛮饿的。好，那我们等一下过去买一些东西给大家介绍一下。其实现在已经隔了十几分钟，我还没买东西。为什么？因为它实在太多人了，所以我想说会不会等一下再继续过去买。那我们可以看到它还蛮多种类的食物，其实可能也看不太清楚，因为他们那边反光，但是基本上是蛮多种类的。大家看到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那什么已经收到了？17.17。你有乜嘢價錢？有份雞蛋仔一個，鹽酥雞同埋兩個，兩個咩？糖葱餅，兩個糖葱餅。好啦，大家已經看到我剛剛拍那個menu 俾大家聽。好，要一個鹽酥雞，就另外要一個不過你蟹鉗撈就 OK 喎，幾好啊！試住一個先，幾個？試住一個先。好多人中意食鐵鑊蟹花，咪食呢個。得。又滑又脆，又口感好好，口感好啊！試下啦，嚟咯嚟個魚落蟹啊！誒，呢個係我哋個 top sales 嚟嘅。嚇？係啊。咁啊，你試啦。全日買得最多係佢。啊，全日好，好彩有貨啫咁。他很多东西都收到了，跟你讲，而且他很多东西飞嘛。这个你有看过的餐厅 ？OK。这个你的单号压力。对，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好，那个老板呢？还是好人哦。他就是给我们建议，就是说，那边有洗手间，在那边各从哪里走去，然后比较近。所以，因为我猜这边大家都吃东西嘛，也没有办法说就是直入口。没有 export， 而 import 毕竟有 export， 所以也好，因为它放在那个 situation， 大家可以吃，然后要去里面方便也很近，这起码也有，不然也真的很不方便。然后今天哦，大家讲，我不知道22号是不是已经翻号，但是他说我22号可能要等十几分钟，而且老板很好，然后他介绍了 soft shell crab 的软壳蟹，其实我是想要吃它的耳鳞，因为我个人就比较喜欢吃耳鳞。但是，他说他这个是 number one， 他也不一定是耳朵。另外，他那个刚刚有讲，就是那个炸鱿鱼已经没货，然后他说这个礼拜是没货。所以可能要到下礼拜才有机会可以吃到，因为我老婆最爱吃的就是鱿鱼，那炸鱿鱼就是更爱，所以很可惜。但是这代表我们可以再来吃，因为这礼拜没有，下礼拜我们就再来了。而且他有很多东西都还没试过。今天我就试一个 sandwich， 然后我老婆就吃一下那个 crab prawns， 对，另外就是 popcorn chicken， 大家最爱。好，那我们等一下拿到食物再给大家看看。先这样。谢谢你帮我先。不会，不会。他老板超好笑的。你们可以帮我宣传一下，因为他看到我录。那我说对啊，那我是YouTuber， 有时候就是会放东西上去，就是好玩这样子。他说是，那帮我们是推广一下。那我们就说一定会的，因为你们东西朋友说是蛮好吃的，所以我们希望就是有好东西就跟大家介绍一下，住附近啊，
我说没有住很远的，那可以来这边吃吃，他的人很好，然后他的食物等一下好不好吃，等一下就知道了。好，那我们先过去那边吃。这边蛮方便哦，为什么他居然有就是桌子，那虽然只有一两张，那个 respect， 因为大家都是开车来，不像我们那个没有车，没有室内可以坐，我们是骑车来，所以就是利用一下他们的 table， 也还好他们有 table， 不过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因为我的车太小了。那其实想有一点跟大家讲的，我很喜欢他用纸袋，虽然他的纸袋哦，大不马虎哦，他有自己的贴纸，make sure你知道是他的。那这个你看都是纸。里面的东西哦，跟大家讲也是都是用纸装，纸把所有东西放在都是纸袋，我很欣赏这一点。给大家看看，我们第一个要试的 item 就是 popcorn chicken， 知道吗？其实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它翻译做 popcorn chicken， but anyways， ABC's favorite。好，那我们随意挑一块试一下，看好不好吃。它的油蛮白的，好像是不错，所以先试试哦。嗯，很酥脆，老婆觉得好吃吗？很好吃，对。因为我跟老婆都觉得这原素就是好吃。那我们第二个要介绍的 item 是什么呢？就是 crab bar。这个先把它吃掉，没有浪费，看起来不错哦，那还蛮大的，就是我好像是4块5块，但我老婆是跟我说5块，但因为我现在试一下，大是很大，味道如何呢？嗯。第一个感觉哦，它的 crab 味很重，真材实料，不是开玩笑，它的螃蟹味真的很重，有很多，但是我不知道有没有看到，但是就是那个肉哦，你能看得出来，它真的是有 crab meat 在里面，然后觉得味道，它东西暂时吃两个的味道哦，都是比较适中，不会重口味。但也不是淡，但就是真的是还蛮刚刚好，是蛮好吃的，很合我们的胃口的。好，那第三个 item 就是我们的，他说是 signature， 其中一个 signature， 因为他好像很多 signature， 因为其实也真的他们东西对我们来说是味道是很合我们的。好，那个袋子差一点就风声飞走。好。哇哦，它看起来很好吃，拿出来给大家看看。哇，跟大家讲，它很大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哇，超夸张，跟你讲。然后它还就是有一个还蛮有 feel 的一个 stand。然后把它放进去，这样子可以吃得比较整齐，不会就是弄到哪里都是这样子。然后那个 wrapper 啊什么的，就是还蛮贴心的啦。简单来说是，然后它真的都是用纸，我很欣赏它这一点，我蛮喜欢这一点。我以为，哇，这东西我不知道能不能咬，超级大的。那老板娘讲没错，它的口感很特别，但是没有我一开始跟他说的我担心那个口感是不配，因为我说你要软，然后又脆，酥酥脆脆这样放在一起，没有效果会怎么样呢？那其实跟大家讲可以放心，那效果都是一个字。好，如果要两个字，就是好吃。对，这个东西真的是 to my surprise 是蛮好吃的一个
你以为可能不配的东西配在一起，好吃。那如果说今天是有什么总结的话，就是说这边对我们来说是会再来吃，不只是那么好吃的 food truck， 我们真的是回头率应该是蛮高的。特别是现在 COVID area 真的没有办法去餐厅啊还是什么地方吃东西，然后这边对我来说啦它除了好吃可以回头再来试它的其他的还没试过的食物以外啊，大家有时候去地方是看顺什么停车位，跟那种这边停车位 there's ample of it so you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parking spot and如果大家是担心那个在这边吃那我有 import 没有 export 怎么办，没关系，我刚刚就是去过他那个 building 里面的那个首先是很方便，根据那三点来说我觉得我们会再来这边哪些 take out 或者这边吃，所以我们两个是觉得这边不错。那 as we fill our tummy with the food that we bought，我们现在就先跟大家 say goodbye 那我们继续吃我们的下午茶还午餐还晚餐我也不知道了，反正当饿就过来吃东西嘛。谢谢大家收看我这个影片，那如果大家喜欢这个影片记得COS 一下 comment like and share， 但是如果说我们的 content 我的 channel 对你来讲你也蛮有兴趣的话记得会 subscribe 一下，记得把那个小铃铛开起来，那我发片的时候大家就说我有一个 notification 知道我又发片咯。好啦，那我继续吃我的午餐，那我们下次有机会再介绍或者说再讲一些其他 topic，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